一般来说，小猫猫晚上一直叫，大概有以下几点原因。第一，由于饲养管理不当，小猫猫晚上饿了、渴了、冷了之类的，可能会导致小猫晚上一直叫。建议主人对小猫加强饲养管理，睡觉前可检查猫咪的碗具的食物和水等是否充足。第二，也有的小猫因为天生胆子小，害怕没有光线的环境，建议给小猫晚上留一盏台灯，或者将猫窝移到主人床边。第三，猫咪如果处于发情期的话，夜晚就会不断发出叫声，从而吸引异性交配。第四，由于猫咪的身体不适，如感染了传染病，亦或者普通的感冒受凉等情况，导致猫咪不舒服，从而使猫咪在晚上一直叫。建议主人也可以将猫咪带到医院进行检查，如果检查不存在问题，主人也就不用担心。